大家好，这两天呢有很多人问我这个大公园最新的这个社区里面的公园还有泳池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这个呢就是他社区门口的公园，咱们可以看到很多房子都是围着这个公园建的。这个公园呢里面有草坪，有烧烤区，还有这样的休息区。像这个新的社区呢，它是有两个这样的公园再加一个会所的。在这个公园的旁边呢，进去就是有这个泳池，泳池呢它是一共有两个，这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它还有一个 SPA 池，就是它热水的那种小池子。现在呢咱们看的是这两个泳池，这个交房了之后呢，就是业主都是可以免费的使用的。而且其他的大公园社区里面的这种会所呀、泳池啊，只要你是其中一个社区的住户，其他的都是可以免费的用。每个社区呢都是有它自己的特色的，这样的环境你喜欢吗？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